今天是白沙滩集，这个集市里呢，这边有卖扇贝的，10块钱四斤，挺大的。这边我看，还有这边。好，谢。这多少钱一斤啊？要这个是这个牡蛎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。这是海虹哥。海虹多少钱？10块钱四斤，别找人、啊。也是四斤啊，不找人。这个集市入口这地方就非常拥挤啊。这什么蓝莓，1斤5元。蓝莓葡萄。这梨子也是1斤5元。都是1斤5元。没有，我就写那个。这橄榄咋卖啊，老板？3斤。10块钱三斤的啊。宝贝。这是小花杆，10块钱三斤。这边是卖油条的摊儿。桃子是10元三斤，这大桃子。4元一斤大李子，10元四斤的桃子，这桃子5元一斤。集市啊，这边卖猪肉的啊，这边卖，看看这是卖樱桃的，5块钱一斤的，车厘子12元一斤的，特甜15元一斤的，黑珍珠特甜。这个西瓜叫乳山当地的叫大地雷，这地雷多少钱一斤啊？1.5块啊？1.5块。肉多少钱一斤啊？肉13斤。十三一斤啊？哎呦，这5花14。5花14啊？看这种肉，哎呀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猪，10元3斤。10元2斤。新下来的大葱，水果本地水果小黄瓜5块钱来斤啊？5块钱两斤啊？啊，本地水果小黄瓜。海参咋卖这个？12一个，15的。哦，这18一只啊，越来越大。那鲍鱼呢？鲍鱼这是4块的。4块钱一个的啊。哦，谢谢你啊。这螃蟹咋卖啊，老板？10块。十块钱一斤。对。哦。活的。都死的啊。活的。活的啊，活的。那个蜗牛呢？25。25一斤啊。哦。这蛏子，这大白嘎了，这螃蟹大，这螃蟹肯定贵。这螃蟹多少钱一斤啊？60一斤啊？哦，60一斤的大螃蟹。带鱼。多少钱一斤的鲳鱼啊？15的、12的、10块的。哦。15、12、10块，是咱乳山的特产牡蛎。您的牡蛎咋卖，老板？3斤。10块钱三斤的啊。这剥了皮的多少钱啊？这里边的瓤的？12一斤啊。看一下这海鲜，这虾活蹦乱跳的。你没问多少钱一斤？看这边的海鲜，老板，这大虾多少钱一斤啊？那个35。35的啊。对呀，不太懂了。这个集市啊，它是一个大院子，这个有很多这个一趟一趟的这个街，卖不同的物品。怎么卖的？糖的。这个叫薄皮黄金牡蛎，这咋卖？多少钱一斤啊？3斤。这3斤。啊，这个是2斤啊。8块的。这个呢？3倍铁，1块钱，这里1块，要2块。按个卖哦。
这牡蛎真够大的。买一条二十二。哦，这个带大宽带鱼二十二一斤啊，买十五袋给交二十二啊。嗯，您姐姐。这边是卖各种蔬菜的。菜摊，这好多菜其实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。苞米也丰收了，卖鞋子、卖衣服的，爆爆米花的。卖各种衣服，这边是床上用品，这是内衣、鞋帽、帽子。你们就套啊？这是特价，都是十九块钱的。都是早上买的。这是海洋的这个网纹瓜，十块钱三个，这个十块钱五个，这个是两块钱一斤是吧？两块钱一斤，十斤。对，十块钱，对。